光飞逝一样，好像经过了很久，玩得很嗨很忙，回到台湾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。加油好不好，想要的新闻这个不要再王小姐了，不要在那边看她到底房租怎样了，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可以报的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，我只是说这一个新闻已经报了快一个月了，真的太夸张了啊。阿帕奇也有啊，阿帕奇算是比较在更新的，就是这样的、啊。台湾新闻就是这一个月关键就是一个，然后它可以一连爆好久，然后下一个月又会有一个新的题材。然后重点是，如果比方说假设以这个房东事件，假设他到最后都还没有解决好，比方三个月后才解决好，告诉你三个月后就算报道也只会有一小则的新闻。台湾人完全就会遗忘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，像之前也有很多不论是什么军方的什么事情啊，还是什么，有一些很重要的新闻，不错，一开始爆了很多，可是最后都是草草收尾，对吧、啊？这就是台湾的新闻，所以我觉得香港虽然你们的新闻可能受到一些限制，但是比起台湾好很多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台湾新闻就像八点档一样，这时候就要说，哎，看一下那个、啊，我一辈子只看过这一部韩剧，可是这韩剧真的很好看，《皮诺丘》，它总共18还是20集，它在讲的就是讲一些新闻的报道，讲一些新闻的报道，如果不客观、不中立、不谨慎一点的话。那是会影响很大的，甚至可以害人家家破人亡，甚至可以害整个国家误会一些事情、我觉得那个还蛮值得看的，看了那个你再看看台湾新闻就会觉得我的心在淌血啊、但那部我觉得还有很多好说的，对，可是可以去看看，推荐还不错。这一杯水喝完了，换下一杯了。鼻子有点不太舒服，我们玩真的玩太久，玩到最后可能太累了，每天都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，玩到最后一天腿好酸啊，然后早上起来也还有点小小的不舒服。对啊，现在阿帕奇盖过二房东，然后阿帕奇就会维持了一个月，二房东最后结尾会怎样？可能你们都不会知道，这个小队长可能会知道。哇，好震的感觉，他打到耳机，然后整个耳朵在晃动。感谢 CUO 哦，不对，0092082的订阅。巧克力爸妈在家吗？还是自己住？我是住在家里。我之后应该看，因为蔡章他们那边工作室很嗨，有可能会住到台中去，就是搬出去再看嘛。如果搬出去的话，我就可以多买一些大东东了。你看大东东多可爱！现在住家里，那个位置没有那么大，对吧？如果住台中，感觉就可以买各种各样的玩偶。这杯子是上次小队长送的吗？对啊，这是品先送的哦。听说你们台湾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，我是不太清楚啊。这个我回国的第一天就在下雨啊，这个莫名其妙啊，刚回台湾就下雨，不愧是阿谦在，你知道吗？阿谦就是个雨男。之前我们去台中，每次去。只要有阿谦在就会下雨，这次我们去香港，最后一天也下雨，好在我们那个大部分在搭车，只淋到一点点小雨而已，对啊，最后一天之前啊，对，倒数第二天也有下一点雨，那多亏了阿谦。
大东东浓妆哪有？那个你不懂，那是他害羞的脸，害羞的脸很可爱，超可爱的。大东东，哦对啊，那时候下雨都没有下在有水库的地方。那时候他们造雨下了一个礼拜，我板桥这边下了一个礼拜，然后就没有用，下的雨没有下在对的位置，惨念。所以，对，没错，有人说很好，叫阿谦站在水库里，哎，我们都不缺水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啊，他真的是一个超级鱼男。只希望我可以好好看台，不要又有警察来我家。你家怎么了？查水表了？哇，苹果说要帮我捏捏腿，那种腿超酸的。然后他们那些香港我们的小经理们，他们帮我们捏，就是有帮我们按一下，那边捏马吉，捏马吉，自己玩得很开心。这我们要按摩哦，按摩是按穴道，那边捏马吉，捏。他们真的很棒，可是去香港真的好在有 Takeo 啊，还有苹果啊，还有碧池小姐，还有英语啊，还有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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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堆人，妻子啊之类的，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去哪了。我们真的每天都玩很开心，我觉得只差一件事情，真的就差一件事情就整个很完美，就是最后一天应该有一个按摩店。酸，腿好酸哦。可是香港的按摩好像蛮贵的，我知道大陆的按摩就很便宜，只是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去到做黑的，那就很可怕。因为他们好像那些店啊，有些就是很黑很可怕。可是道地的按摩就是很舒服，像台湾有一些地方有，台湾大部分都是干净的、啊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只是有一定的价格。香港我问他们，他们好像就说好像都不是，都是蛮贵的，对啊，而且很多好像有些是黑的，就很可怕。笑，对啊，辛苦你们了。那个我们最后一天，哎，倒数第二天就真的有看到他们的一些红灯区的文化。那时候我去，就是我说那个转蛋的地方，外面就站着一个小姐，那个小姐她也有小米手环，还长得也还蛮清秀的，对，只是那时候她在抽烟，所以我就不喜欢。虽然我手一直伸起来告诉她我们是小米手环好吗，可是不好意思，抽烟的不行，好吧，抽烟有害身体健康，不行。然后我们看到，因为我们在Takeo 在帮我们弄那个转蛋的退费，所以在那边等了一下子，然后就看到有一个老伯伯跟那个小姐聊一下天，然后给小姐钱，然后小姐就进去里面买两瓶酒出来，然后在那边喝酒，忽然间变得超级麻吉，哇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啊！然后我们想说，做黑的吧，这世界都会有这些的、啊，就是大家自己知道就好。台湾也有一些地方这样，只是其实通常都没有看到，很可怕，好可怕。不过我觉得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，他们有些也是没有身不由己啊，毕竟这种经济的关系很难，至少你知道。他还是有戴着小米手环，他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他还是很有想法的。虽然他在做这个行业有点可惜，但是小米手环赞。有坐港铁和电车吗？哎，港铁和电车，我告诉你，我分不清楚啊。港铁跟电车分不清楚，兰桂坊这次原本有跟他们讲，只是没有排在行程。2年前我自己有去香港，我有去玩过，
兰桂坊那边好多外国人在那边喝酒很嗨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只是绕一圈，那一圈也蛮小的，就去品味一下他们那里的风气，还蛮酷的，我觉得很值得去看，看到一堆老外在那边嗨，还有人在那边跳舞，很开心。你也要小米手环是不是？跟你讲，现在起你买小米手环，你就跟巧克力鱼干菜渣一起拥有下了。因为我们都有买，还不错。小小是鼻子过敏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回国之后鼻子就坏掉了，要换一个鼻子。小米手环是什么意思？自己去 Google 啊，这就是了。看有没有机会拍个影片来说说它。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是他的爱好者了，这个拍的影片我怕会太植入性形象。联名代言，对啊，我都觉得小米应该找我代言了，我一直叫他们。其实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定，没有啊，那个有那个，该怎么说？该怎么说？想要有点昏昏的，有没有那个定的话就知道了。订阅的话，只要看前面有没有那个饼干就知道。小米手环500块有找，赞！我们去香港那么多天，就是靠着它，一直摇一直摇，赞！吃太多感冒了，哪有？怎么会呢？电车是香港岛独有的交通工具，他们那里蛮像的啦，对啊。但比较酷的是，他们有那个叮叮车，那个叮叮车呢，你上车的时候可以按一个按钮，按那个按钮就会叮叮叮，很可爱，就是类似台湾的公车，但他们是两层的，下面一层，上面有一层，而且他们的那个电车。他们的叮叮车是在路上哦，马路上哦，是有轨道的。他们的马路上是有轨道，那叮叮车是在那个轨道上面开的，对，所以还蛮酷的。跟台湾是没有这样子啊。之前台中的那个什么 BRT 还是什么，也是独立轨道，对。可是他的叮叮车不仅是独立轨道，地下还有那个就是轨道，还蛮酷的。叮叮车不就是电车吗？叮叮车不是电车啊，不是吧？叮叮车就是电车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把我搞得好混乱啊！叮叮，哦是哦，英语有说叮叮车，我就说叮叮车是电车吧，你们刚才说搞不清楚。对啊，叮叮车还蛮酷的，双层巴士，你们就可以这样想，双层巴士，然后配上轨道。你要知道，英语我们现在在复习，这件故事告诉我们，事先预习、课中学习是不够的，你即便去到那边有跟我们讲，事后还要再跟我们讲，课后还要复习，三重奏才可以有效的学会知识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是做一个，我其实都知道，我只是装作不知道，告诉大家学习一件事情一定要课前预习、课中学习、课后复习，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。唉，我真是辛苦。我一直往下看着看这个，看我的手机，看聊天室，我就会忘记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他们那边有叮叮车跟就是电车，还有港铁，他们的港铁其实有。我觉得有一点复杂，因为他们换车啊都要走好远哦，有时候要走到算是什么，像我们换车，我觉得头上
头上都还蛮明显，告诉你要怎么走。